我今天考试哭了30分，该不该拿给爸爸妈妈看呢？不行，我还是要有敢面对拿给他们看。妞妞，你在看什么？是不是你有准备什么好料的要给我吃啊？我看不是吧，是不是刚考完试发考卷？你看他脸那么紧张。哈哈，今天都被你们发现了，这次考试真的是吓死宝宝。难道你考了100分？那今天晚上要准备庆功宴了。不会吧，妞妞终于进步了。你们就拿去看吧，要有心理准备哦。天哪，竟然是30分啊！哎，真是晴天霹雳啊！没关系，你尽力了，谁叫你遗传你老爸的金鱼脑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么聪明？你看你老爸以前的成绩单，0分啊！看来我只能认命了。妞妞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要准备什么好料的要给我吃啊？我看不是吧？你看他脸那么紧张，一定是考试考不好了。就是被你们发现了啊！这次考试真的是吓死宝宝了。难道你考了100分？那今天要准备庆功宴呐！不会吧，妞妞终于进步了！你们就拿去看吧，要有心理准备。天哪，竟然是30分！没关系，你已经进步了，谁叫你遗传你老爸金鱼脑？我这么的聪明？你看你老爸以前的成绩单，0分呢。你在干什么？难道你有是不是要准备什么好料的要给我吃啊？我看不是吧，一定是学校发考卷。你看他脸那么紧张。这都被你们发现了，这次考试真是失败了。难道你考了100分？那今天要准备庆功宴了。不会吧，妞妞，你终于进步。你们就拿去看吧，要有心理准备哦。天哪，竟然是30分啊！真是晴天霹雳，没关系，你已经进步了。
回你老爸的监狱好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这么的聪明啊！你看你老爸以前都存女的，没办法了。看来我只能认命了。我今天扣了40分，敢不敢拿给他们看呢？不行，还是要勇敢面对，拿给他们看。阿牛，你在看什么？是不是要准备什么东西要给我吃啊？我看不是吧？是不是学校发考卷？你看他的脸那么紧张。作业都被你们发现了，这次的考试真是吓死宝宝了。难道你考了100分？那今天要准备庆功宴啊？不是吧，妞妞，你终于进步了。你们就拿去看吧。要有心理准备哟！天哪，竟然是30分啊！真是晴天霹雳啊！没关系，你已经尽力了，谁叫你遗传你老爸的金鱼脑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么的聪明！看你老爸以前的成绩单，0分。看来我只能认命。你也怕？不要这样！这是考试。哎，讲错了。这样的，我看不是。我还没开始，你觉得？已经开始了吗？哈，这样都被你们发现了，这次考试真是出乎意料啊！你这是什么版本？